女团 LA 阳光健康的形象深获青睐，成为某炸鸡品牌新一季的代言人。广告还没开拍，就先释出宣传画报，抓住粉丝的目光。不过炸鸡广告也太早清新女团代言了吧 ？Girlfriend 和 XID 也都曾代言过。LA 在拍摄广告的过程中，就算拍到很晚也不曾抱怨，获得工作人员一致赞赏，超高配合度也难怪会被广告商钦点代言。耶稣的宣传中心特别报道。